乘客的地方这样。那就没人要划船，那个游轮。哎、欸，输、啊、不下来，输不下来。我的故事到我的副手，你是整个滚下来。哎、欸，那我们是不是要回去把一些肉、把一些食物带上岸、带上船啊？带上。船太饿了。不用啊，有海龟啊。哦、嗯，画面黑白了，我的 fuck。为什么？就我刚刚不小心踩到火萤火。阿基，你是不是快死了？那个黑白画面啊。对。我以为你是快宕机了、欸。对啊，我也吓到了。海鸥。有海鸥肉吃，快点海鸥的头，吃海鸥肉。有我看到了，你们那就是哈基的头，原来是模拟度假小岛啊，原来这是哈基的、啊。没想到我那有那么小啦哦。哎、欸，竖下去了，竖下去了，竖下去了，有滚下来，滚下来了，自己接哦，自己接哦，哎、欸，好猛哦，自己接哦，自己接哦，自己接，自己接，自己接，果然是人类的智慧。啊，头掉了，算了，不用盖绳子，我们连绳子都没有时间用丢的，我们时间用丢的，来来来来来，我要侧身，你知道吗？他才会滚下去。真的，分工合作、啊，分工合作，真的人多分工合作好，好快啊。不然一个人玩，哎、欸，你看那个光个房子就不知道盖到几十，才五十几个哎、欸，真的，哎、啊欸，速下去哦，下去哦，下去哦，来来来，我来接，我来接，我来接，我去弄木棍，来来来来，丢丢丢丢丢，来来来，接到接到，我砍到没力气了，木棍我在用了，木棍我在用了，好好，砍到没力气了，木棍快好了，天哪、啊，不是边缘可以玩游戏，可以啦，再拿两个木棍就行了，好，我有，哎、欸，木头够了吗？哎、欸，没有、啊、木棍要三十二个哎、欸，它、啊、这是原木，没有原木要七个，我们木棍啊，木棍现在够啦、啊，够了吗？木棍还没啊，木棍我过去就够啦、啊。哦，在你过来，剩四个就够了，够了、哦，剩原木剩够了，木棍够了，原木还不够，原木还在自己还在还来来来，哈哈，三十二分五十七，树倒喽。木还差多少啊？三十根。嗯，差不多。他们说外面有那个哎、欸，他们说会有一些船之类的。哦，是哦。大家真的会变 raft 哎、欸。快没水，我回去喝水。这样真的就变 raft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我要回去喝水，然后带。我还有苏打水。要去郊游了，要带东西。郊游。我身上还有苏打水。好我舍不得喝，小心喝光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我还有七罐，超多罐。我还有酒哎、欸，酒喝下去。海边看一下有没有啊？酒不能喝吧？可以啊，可以先可以饮用。酒可以喝，酒可以喝。那你喝喝看好了。我喝了、啊。去顺便吃一些野人。啊，我受伤了。对啊，我要回去吃野人。没什么反应哦。吃午餐了。酒喝了会回满血。哦，哈基喝酒了，哈基喝酒了，喝了，然后要开始狂笑了，不要笑，不要笑，拜托。他只回一些些没有满了，哎、欸，是啊、哦，因为我刚好是满了，那要有运气，那可能连这个游戏没有扣到很多吧，连这个游戏都有运气成分嘛。哎、欸，我们家有食物，我们家有食物，我们家有食物，到喽，我要吃食物，下面打到。所以我说小男孩呢，哎呀，先逛完再去嘛。小男孩嘛、啊，有小男孩这回事？什么小男孩？已经忘记小男孩了。小男孩有重要吗？亲戚家的小孩。你为什么把他吓走？哎、啊，他跑走了。哎、欸，等下，哈基那边，哈基那边，哈基那边还有。哎、欸，女的。哎、欸，这边有一个是，给他武器，他武器。哎、欸，我还很开心在我们的园区奔驰。哇，凶妈妈！你凶园长，你凶团长。哇，好凶啊！向南用，你快打他啦！哦哦，我想说，我吸仇缝嘛，吸仇缝，吸仇缝，吸仇恨呐，吸仇恨，吸仇恨，吸仇恨跟嘲讽。输倒了，杰瑞。哇！哎、欸，这个女生是有穿衣服，哎、欸，下面有穿衣服。哎，干嘛？你想看见没穿衣服、哦？没有啦，没有啦。欸、他跑好快哦、喔！我觉得女生都跑超快的、欸。对啊，女生动作超快，比较灵活啊。嗯，
所以我才喜欢玩女角啊。戳他肚肚欸。好大声啊，我怎么听到有回音？我一直听到回音。快盖好啦，在十二根。好了好了，我要把它拿。大木头就好。有了，我带两根回来。哎、欸，等一下要不要先睡再出去啊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你怎么那么聪明啊？你怎么？你不是德平，你把德平出来。对啊。你是谁？还我德平。哎、欸，我们要不要先回去？然后回来的时候，一人带两根木头就差不多。嗯。哦，差不多。啊，对哦。那边的解决方案、欸，我都忘记。嗯、都忘了我有长矛。加喽。要这一斤。我要吃肉肉。嗯？你说那个挂在墙上那个不见了吗？对啊。对啊。一段时间就会消失了吧？嗯。它好像尸体会不见。没有，我头会飞出来。那个灯是暂时的哦。好快好快，插六根就可以了。大家出门的时候也带一根就可以了。真的、啊。好，我带一根了。可是我们要先睡觉，不是吗？先睡觉、啊，先睡觉。明天出门的时候。明天出门啊，那个零食记得带好哈。零食。哎、欸，要吃的记得带一下。对。真的是房子的灯。哈怎么？你又带？你又换了一个新的灯哦、喔。你要换新招牌了是不是？我没看到哎、欸。你看不到吗？我看不到，它黑的哎、欸。不是血，不是血，大家都很嗜血。我看是黑的，你们看是亮的吗？哪里是黑的、啊？黑的。黑的。耶、欸，那我重新放一次。没有，没有亮啊。没亮。里面吗？不是，我上去把那个尸体重放一下。为什么经过水会跌倒、哦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你照门口了。对，照门口。对啊。好棒、喔！真的，为什么没有他们那种武器呀、啊？这是度假村，可能要自己做吧。这个火点起来真的超像度假村的。对啊，晚上的火点一点根本就度假村。对啊，我现在点了，现在点了。燃烧武器，木头。那个木头加一滴水、啊，木头一滴水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那个是树脂。哦，树脂我有。树脂啊，树脂也有。树脂还有什么？牙齿是不是？树脂好像是要有拿到锅子吧？我记得好像砍树也会拿到树脂啊。树脂一大堆啊，我有一百多个哎、欸。哇，好多、喔！看一下什么？加上羽毛可以增加攻击速度。加上牙齿，增加伤害。哎，是加羽毛。这样吗？按错，哎，那个增加伤害好像是你要先有工具才能增加他的伤害啊。那个瓶子是酒，对啊，这打回去都不会没有，超猛。瓶子就是酒啊，超猛。那武器伤害都沾着血啊，羽毛。那个樊靖，你刚刚那个头有没有带回来？哪个头？在那边。海龟头。海龟头在那边。在海边啊，在海边啊！哦，我怎么这火变那么大、啊？你要干嘛？我传一张照片给你们看，我这边那个显示的那个萤火超可怕！哇，有够通灯火通明的宇哥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做法吗？我在合成它，我在把它强化。哦，哎、欸，我也有大头棒哎、欸！感谢追追，哎、欸，追追，什么是列入黑名单啊？我也不知道是列入黑名单是什么东西。嗯，像 DC， 我这个火，哇，这边是啥车库啊？对啊，我们有车库，你不知道啊？车库啊！哇，你的火好恐怖哦！你火超恐怖了。对啊，这火变超奇怪，这火根本就烧起来了吧？火烧度假村啊！那什么？你显这边这样？哇！他的哦，你的火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大坑？对啊，我不知道怎么啊，超大哎、欸！啊，你看 DC, 的火怎么 ？DC 看 DC 看 DC。Oh, 我的火那边整个度假村整个烧起来嘞、欸！这火怎么这么大、啊？哇，你的火！哎、欸，差不多应该可以睡了吧？睡觉吧，睡个。看一下。睡，不行还不行，差多少？
哎，不行，还差一点点。那我们要去收，那我去收集一点。那我现实中睡觉了。我要去收集树叶了。刚刚那个乌龟的头在哪里呀、啊？乌龟头好像又不见了、欸。我把自己家里面的火敲掉了。那个也会不见了。嗯。好像就是放着一段时间就 OK。嗯，对啊，我的鲨鱼头不见了。没有把它摆设起来，可能就会消失吧。哦、有人说理智太低火会变那样吗？哦、可是他进理智多少？你是不是变白痴了？你这样，理智64啊，没有很低、啊。哎、欸，我理智比他进还低，都比他低、欸我理智56哎、欸，你看60，怎么我都比他低？我比他高，我80几哎、欸，我的理智74哎哎，你们体重几公斤啊？我现在50几啊。你问这种问题好吗？我真的不想回答，体重不太优哎、欸，不想回答这个问题。哎呦，205是什么意思啊？对啊，我205是什么意思？大家都205，那都一样哦。那体力啊，我刚刚讲体重，我怎么22？哎、欸，你怎么可以问我妹她的体重？我就觉得这样子不太好啦。对啊，我觉得这样有点没礼貌，你知道吗？要母汤哦。对啊。哎呀。啊，好啦，就先这样。毛能点火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、啊。是不是要拿这个再加这个？按 L 可以吗？这我没有哎、欸。你现在就是在监控，要准备睡觉就对了。人家就是拿着打火机，又拿着燃烧的毛。有兔笼哎、欸，居然你想干什么？没有没有，我只是说有兔笼。你是不是想要真的变哈基纳的画面呢、啊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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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烧你家、喔，所以我们要睡觉吗？还不行啊，还不行，欸、真的、欸？为什么？还不够晚啊？可能吧。太像度假村庄了吧？真的很像啊，我觉得超像的。然后杰森就要来了。七七七八八八。嗯嗯嗯，好好。恰恰恰恰恰恰。不知道会。哦，我现在长矛上面绑着酒瓶呢。我也是啊，所以要怎么点火啊？是要射出去吗？右键是准备嘛，然后再按左键是射出去啊。可是我怕你把我们房子烧掉。别啊别啊，怕啊。对啊。怕不怕？我射旁边石头看看啊。嗯。好。啊，丢太远了。变。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。哇，泽平旁边都有盖那个、欸。你说射出去是不是？放物资的。对啊。那木棍就烧掉了。靠腰。啊，修起啊，无啊哦。维修工具。哦，好在这里啦，有、欸、还在。哎、欸，你们看我穿，看我变怎么样子？等等等等，看我看我。我看我看你，你在哪里？啊，你变怎样了？你有你看有差吗？你多了什么东西啊？你的手，哎、欸，你手有多一个很奇怪的东西耶、欸。我穿的骨质胸护甲。为什么你看起来很像是那个骨折在包的那个？哎、欸，我也做了、欸。你手怎么了？你手怎么了？我就做了骨质护甲，变超神奇的、欸。可以睡了吗？应该可以睡了啦，可以睡了，该睡了，该睡了。嗯，回去。不行，还差一点点啊！差一点，到底太扯了吧？没有那么想要睡觉过。哎、欸，食物在哈基家。好，来来来，自助餐，宵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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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刚在测试那边，我刚在测试那个酒瓶。睡觉前吃宵夜喽！看什么看？宵夜啊！还跳舞哎！宵夜啊！他直接搓死哎！对呀，我还没过来就已经出来了，他就一直抖动他的身体，你知道吗？他就一直手动他的身体。啊！干嘛？你很难过是不是？宵夜，宵夜，没有，那是早餐，那是早餐。早餐、啊、早餐吗？你没看到我们肉不够了吗？对啊，而且等一下睡醒了，早上会超饿。对啊，睡醒会饿、欸。他身上好多牙齿哦、喔。我要牙齿。他头目级的，是不是？点一点，拿去烤。哎、欸，可以睡了，可以睡了。我想先吃啊，先快饿死了，我快饿死了，我先吃一块，先睡好了，先睡了，睡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还会，我的已经见底了，我的已经见底了，赶快睡觉，赶快，肚子饿就睡了，就不要了啦，睡着就好，我去好计较，我去好计较。LBS 是磅，所以205磅是几公斤啊？20公斤，
快点，谁没按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忘记了。谁呀？快点，是谁？我谁按了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等一下，我家最远了。不用啦，去别人家睡啦。去别人家接睡一下就好了。我已经到我家了，好了好了。好，快睡，快睡。好，心安，心安，心安。我现实中已经好想睡了。听到赖打。累了，累了。太嗨了，可以先出海，然后再结束啊！先出海看一下。出海，先出海。对啊，我们要一人带一根那个啦，带一根。对啊，我们先出海，先出海。吃饱了，我吃饱了，换了换了。先出海玩一下，再放绝对去睡觉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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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记得带木头过去。